迅暌违七年再度来台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，这次唱七场都是满满惊喜。老婆徐濠萦和女儿也特地飞到台湾。徐濠萦先是发文表示好久没到台北了，并附上自己在喝50兰蒸奶的照片，另外还有咸酥鸡以及演唱会后台的花生春卷冰淇淋。接着也在限动中晒出甜不辣、卤肉饭、肉松蛋饼等美食。而天王嫂也把握时间和好友们聚会，带着18岁爱女和余文乐聚餐。照片曝光，网友也大赞女儿实在是太美了，遗传到爸爸妈妈的好基因。另外徐濠萦还和张广成聚餐喝酒，也有网友目击许光汉也在，之后还霸气买单。意外的交友圈也引起讨论，之前网上不断疯传陈奕迅婚变的消息，随着徐濠萦这次爱相随到台湾，可说是直接打破了传闻。